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欢迎收看《挑战大作战》第24集。我是 Alex， 我是阿翔。今天我们三个来到公园，我们要来比赛赛跑。我们很久没运动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地来到公园，我们要比赛赛跑，看谁可以拿到第一名。这种是要冲刺哎，不是慢跑哎。对，要冲刺的赛跑。可是赛跑拍摄手法是很难的，我们一直在烦恼要怎样拍哎。所以我们请来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来帮我们拍这个赛跑的过程。有请 MJ， 有 MJ， 大家好，我是 MJ， 专业的 MJ， 他这次带来他的空拍机，他要帮我们捕抓空中的画面，让我们可以清楚看完所有赛跑的过程。很感谢 MJ 今天特地带了空拍机。MJ OK 吗 ？OK， 交给我，交给你了。Okay. 以下我们的赛跑画面就交给你了。对，你们认真的跑就好了。好， okay. 今天还是一样会有惩罚，惩罚这次的惩罚很特别，我们要吃草。吃草，没错，吃草。对，我们要来吃草。当然，我们不是真的吞下去了，我们只是去咬它的味道。所以今天惩罚很恐怖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出全力，冲刺就对了。OK OK。只有一个人会中惩罚，就是最后一名那个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的赛跑吧。你这拍得太好了，谢谢，有点直气回报吗？有你的帮忙，他顺利完成这场比赛。对啊，我很期待这个吃草哥要吃草，我要吃草啊！等一下，就很明显的，第一名的是 Alex， 第二名的是我，第三名的是阿翔，因为他穿拖鞋的关系。如果他没有穿拖鞋的话，穿薄鞋的话，我觉得他会赢我。现在我们就进入惩罚。OK， 来，什么味道？草的味道，草的味道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很感谢 MJ 抽空来帮我们拍这场赛跑。会不会小子？小子记得去订阅他的频道，你的频道是 MJ 六频道，还有 Alex 巨爹，还有阿翔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Bye.